长度3分钟。今天呢，我要表演一个读心术。什么是读心术？哎，自古以来有一派人相信，有一些人呢，可以从你的眼中读出来讯息。讯息就是你脑中在想的东西。好，这个黑板呢有6个格子，首先有1、2、3的标示，6个格子。好，这是我等一下要写从一人眼中读出来的讯息的预言。现在我要请郭季姐姐帮我想，心里想一种动物好吗？我先写下来预言，看着我的眼睛。你是那一招吗？好，我接收到了。我先写下来。好，我把它放在这边，请你跟我讲，你刚想的动物是什么？马。马。嗯哼。马。好，注意哦，我是先写预言哦，再问你的。好，第二个我要请郭靖姐姐帮我从1到3位数字想一个数字好吗？我先写下预言，请看着我的眼睛。好了。很认真。好。请你跟我讲。27。好，你确定？好，那我自己想的话确定。27。好。等一下我要让你抽扑克牌。这是预言哦，我先写下来。等一下你会抽到牌。收到了。收到什么？信吗？好。Oh my god。然后我先洗一下牌。好，每张都不同。是，每张都不同。对，有。好，不一样。然后等一下我在洗牌的时候，请你任意喊停。现在吗？对，停。记好这张牌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好，好吗？好。然后我已经写好预言了吗？对，你先跟我讲。方块4。方块四。方块四。刚第一个你想的动物是马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要见证这个。真的吗？预言。马。见证。马。哎呦，真的。哇塞。27。对对对。3位数哦。27。52分之1的几率是方块4。